投进七个三分球的工程师，在第一节就追平了赛季平均了。新特利在对位的情况下，球队需要他跳出来止血。第一节三分球的命中率真的就是在打电动，十二投九中哎。对，对方三分干扰。哦，这个身体的碰撞其实也蛮激烈的。新特利坦克切来了，这是一个进算加法。比攻击转换哦，其实全联盟没有人能够比得过勇士队。哇，这个肘部是打到脸上去的，才比了一个假动作，选择高难度的出手。哇，球还在勇士队这一边，新特利篮底下摆进两分。Chris Johnson 交给 Michael Singletary， 在四十五度角出手，砍进了这个三分球，被敲了一下。Singletary 微微背靠背的三分弹，两届的 Finals MVP 现在醒了，迫使新竹接口工程师在第三节喊出暂停。站在勇士这一边，掩护过后赖廷恩寻找队友 Singletary 绕出来接球，直接在弧顶飙了一个三分球，这是个人第三节第三颗外线，也是一个 buzzer beater， 帮助勇士队在15开火。投偏了，我觉得这两个 play 都不是这么的聪明，你给了对方有非常轻松而且神秒数的时间，这两个 play 地的关系啊，所以说他完全没回防啊。所以当然你如果进球是最理想的哦，可是问题是以现在